各位台湾民政府所有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嘿，真欢喜吼，咱看到即个会当叫遮济人啊来遮参加咱即个法律的过程。啊，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讲，人伫啥物时阵上界危险？人伫啥物时阵伊的过程是？上界无意识，就是咧睏的时阵，所以我今仔用这个题目，就是讲，咱拢真爱修行，因为当咱送一个咱的亲友去到病的时阵，咱拢真烦恼。你若讲已经生命结束，咱会感觉讲安尼嘛是好，因为安尼煞了这个艰苦。但是你若讲，昏迷，这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台湾目前伫病院内底，拢总有足侪这种不动产。去到病院，咱拢甲称呼讲，啊，这就是不动产。原底我也阁唔知讲，啥物叫做不动产。原来就是去到病院听咧，啊，拢袂叮当。迄是有形的不动产，但是伫台湾，咱将来拢有去甲看过。台湾敢无真侪不动产？满满是，伫2300万内底，中华民国是一个死了袂当台的，啊，嘛有台了袂死的，就是咧比着咱遮。所以看到咱即马即个情形，咱为着足侪足侪观点来看，因为我分析着讲，第一届咱看到外国，去外国内底，咱敢有正常的人？咱正常的人，伫加拿大、伫美国，我看因拢开着足高级的车，啊，逐工去啊，踅踅咧，啊，伫遐静坐。啊，虽然伊身躯是高甲安尼，汗流满面，啊，毋过伊所面容所带来是真济真济笑容。我甲问讲，阿伯，啊，你哪只欢喜？伊讲，你毋知哦。我即块番麦啊，若收了吼，会用赚偌济偌济？你敢要伊偌济？新台币500万，一届半年。啊，我讲哇，你那发到？伊讲啊，是啥物人要来甲你买这番麦啊？伊讲，阮有成立一个产销中心。啊，我讲啊，恁的产销中心是安那形成？就阮出钱叫人来替阮推销，安尼我都赚500万，一季啦吼，就是一水安尼起来，可能超半年。啊，我就咧想讲，哦，我若伫台湾，我若一届安尼赚500万，我就要来休困啊，吼，会用算半年啊，赚半年，这种生活是正尼啊好。直到咱当下这个台湾，看到咱的做餐人，对日头要未光开始去做。做到暗时，佫开始看到月亮，佫继续较紧甲做，一直做，一直做。一年，你甲问起来讲，你种菜啊，会当赚偌济？伊讲种菜啊吼，算算的吼，佫欠一注啊，都会当过生活。因为每一届，伫我细汉时阵，看到人咧拿个菜啊花，咱有经验过人就知影，菜啊花就是安尼一水一水，一直流，一直流，流足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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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无简单，立头迄笔钱别人的。像咱两种，伫台湾的现象，敢讲台湾的农作物卖了较无值钱，嘛毋是。敢讲伫台湾所种作只个农夫较笨蛋，嘛毋是，佫上拍拼。吼、哦，我看到足侪人拢趁天未光就开始去做，做到日头。安尼啊，是安那做起来物件，终于咱拢知影，台湾是啥物形成的社会？台湾是一个伊敢若注重，敢若有一个甚至牌啊无地位，伊的地位敢若架伫一个牌啊面顶尔。啊，这个牌啊面顶到底是会用哩啊，袂用哩，毋知影。所以，咱方一直安尼分别，一直。分别落去，
在一个国家内底，伊个人民若开始有官阶级，我相信咱这个国家绝对袂用，袂臃肿。因为看到遮做田，有当时看到最近伫遐咧画着高丽菜一粒一颗，我敢想讲，迄是变哪变哪买？啊，规车呢，甲载十车，拢总卖，你五百块摕出来，就通啊要甲买十车。五百粒高丽菜，你甲想，迄是偌恐怖的物件。高客柳丁，每一年若甲柳丁大出的时阵，因的政府就想讲要哪来帮咱这个柳丁的农民，结果办一个吼柳城迄个柳丁的博览会。大家将所有柳丁拢总甲车车去，结果坑里啊，互烂甲了，赚偌济，拢无赚着。但是这个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伊一届过一届，伊开始用着真济办法，包括伫进行恶化。有一个人姓陈，叫做陈芬林，伊来，伊讲我来唔是要甲恁冤家相拍。是要来甲恁买柳丁，结果你知买几粒？听讲买无半粒。大家所有柳丁的人拢开始一直去甲伊竞争嘞，结果全拢互烂去。产生了咱台湾人错误一个观念，大家拢要为倒去，大家拢买种田啊，大家拢开始为别位想讲，我着爱鼓励我的囝。这种话若出来，你会发觉着讲。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社会，因为怎么说，你如果教导你的孩子说，啊，跟他不像阿爸这样在做田，没出团，请问，这敢叫做没出团？但是我们想一个真，大家如果都去读书很厉害，都去公务机关吃头路，请问他的米要从哪来？一定要有人种。所以在我们台湾发现的现象，就是一项一项一直让我们失迷，一直予咱看到的所在，拢一直无效去。敢那亲像为囡仔出世就该骗，安那骗？伫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囡仔，伊的爸爸妈妈真欢喜，来甲我讲讲，我的囡仔已经满一岁，叫做多济，多济拢会做一个动作，就是要选择一个职业，咱拢用一个方法开始来甲伊。分别，迄叫做什么物件？哦，对，抓住吼，伊就内底拢甲摆足一项，足一项，足一项，啊，叫囡仔甲爬去。结果囡仔来夹到一支笔，啊，因爸爸就讲：哦，你看，我哪介，我这囡仔是做官的，啊，袂歹，啊，就真好，啊，就真欢喜，啊，就想讲，啊，介，我囡仔是坐大地道的。不止个，伫这种区别的时阵，啊，若有人去夹到低头，变安怎？我们就开始对他一直哭，我们就是让这种捆绑掉的。台湾人已经让这种思想已经绑到死死死，那像我孩子的时候也出现这种现象。在我的朋友孩子盘里面，他阿妈也很笑他的，他一次我那一个叫做青梅坤，他把他带去送命，这个青梅坤跟他说啊！你这囡仔也该坐大地道，因阿妈听了足欢喜，有影哦！我这囡仔也该是要坐大地道。然后因为伊的孙啊，甲我的年岁差不多，伊怎啊甲我讲这个代志了后，伊看看，因的阿妈嘛甲我讲，啊你啊这个囡仔啥款？我讲你家己的厝管好就好，哪着搁管到别人因兜去？但是为着要比较。伊甲我讲，哎，啊，这恁嘛甲看卖啊咧！我刚听到一句话，我烦恼甲大汗。伊讲，这个人的命四两白，我实在是想无。我讲，要生啊，四两白，我阿妈迄汗钱乌起来一条拢几啊斤，啊，四两白当然是要安怎，唔论念咪死去啊！一直烦恼，一直烦恼，才知讲，啊，差别啊，反正日日过日日。伫个大汗，我才发现着讲，原来。迄、那个囡仔有坐大地道无？有，因家开始就是因为伊咧做生意啊，做甲失败，
啊，规工就是干那安尼望来望去。一工我看到伊坐伫因家的乒乓桌啊，甲因囝咧写字。我讲哦，原来全世界桌啊上大块桌应该是乒乓桌啊，拍乒乓迄种桌啊。讲了嘛无唔对啦吼，真正坐大块桌的。伫这个过程，咱就看到。自囡仔出世，咱就开始给教育讲，啥物是较好，啥物是较歹。咱伫分别着职业的好甲歹，全台湾拢咧干呐分别，啥物货是较悬，因为这是中国思想开始就给咱教育讲，吼、哦，士农工商，书就是排第一坎，敢是安尼？唔对，而且爱大大讲，这唔对。我嘛记得我囡仔时阵，捌写一个我的志愿，我的志愿。我甲写讲，因为阮爸爸咧驶拖拉机，所以我真爱驶拖拉机。因为我感觉驶拖拉机会使四界踅，踅规个台湾，安尼哪做工课哪欣赏，啊驶车佚佗，我感觉足好个。阮老师甲评论一句话：没出息。哇！我看一个讲，啊哪有这种老师啊？吼！但是我印象内底。我就感觉讲，阿、啊、阮爸爸呢，就无出团，因为伊家伙，伊就是拢咧做拖拉机的生意，伊咧开货运，阿干嘛做没出息？啊，准讲大家若无人来车货，阿无这物件是要叫啥物人去搬？咱拢无想到后边的问题，干那想讲要出团，阿、啊、要互人去欣赏，互人看到，啊，尤其大家都拼死，一直去考公务机关，一直开始去做大官，过来。换对选举开始做嘞，读册做大官，因为这就是中国思想，就甲咱教育。咱拢讲书中自有颜如玉，敢是安尼？的颜如玉是虾米会知无？就是水姑娘啊，吼、哦，就是水的查某囡仔。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讲你若读册，哦，你就会赚足侪钱。书中自有车如杵，就是讲你若愈读册，你的官愈做愈大。啊，不过你愈读册，发现到什么？在我读到高中，我发现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愈读册，我一届甲老师问讲，老师，你讲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看过你所有册，学校本呢，内底拢无水姑娘啊，干那一本叫《Playboy》，内底有尔。啊、你想安尼变安怎？所以，伊用着目标，用着人的欲望、欲望，开始甲你讲：哦，你若读册会变安怎？变安怎？变安怎？啊，愈变愈好，愈变愈好。啊，你着想讲：哟，冲落，拼落，拼到落尾，咱所丧失的，就是你拢唔知影台湾到底是要咧喘气啊无？台湾这块土地的管理者，还有在传开吗？是怎样我们在中华民国里面，看到中华民国，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国民，但是你打出去到国外，你给他欺负的时候，他都跟你说到说，你自求多福。相信我们如果去国外给他欺负，简单说，像菲律宾的渔船给你打下去，咱伫只影用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啊骂骂了，爱安怎爱赔偿？菲律宾甲你讲一句足实在话，你毋是国家，我要甲你讲啥物话？这就是中华民国，包括伫东港南部迄个东港，因出定定出去掠鱼的时阵，拢去用欺负，去用菲律宾渔船拍着。我捌看过上界悲惨的，白仔囝拢出去掠鱼。掠鱼了后，结果去予菲律宾迄渔船安尼，甲砸落来，啊，甲抢了了，佫甲杀杀死。恁也毋捌拄过，一个厝内底若办一个年会，就足严重啊！因办三个，老爸甲两个囝同齐死，啊，拄啊败三只。迄种的感情，迄种的情绪，你想要安怎会当，予咱看到？咱会想讲，啊，咱的国家要去处理啊！结果，国家外交部透过外交部去甲伊讲，甲菲律宾讲的时阵，讲我唔知啊，即我无法度啊。透过足侪足侪单位去甲伊讲，讲啊，即都
无法度啊，因为咱阿面国家也无法度去讲讨，也无法度去讲理论。是安那因出去掠到的鱼，拢总去用抢了了，连船啊人拢太太死，啊是安那这国家拢免去处理。直到落尾，这个家属因干一个觉悟，请啥物人去解决？恶道的，伊透过恶道讲，我不管，只要拿我刀替我去报仇，安尼就好啊。所以伫台湾无形中渐渐拢加一点报仇。伫武剑也好，伫电视咧做也好，伫台湾数八点开始做的电视，我发现就讲，常常我拢加伫平常时来伫各州的办公室咧听演习会的人，我拢甲伊讲。咱来做一个比如，你若逐天伫八点的电视安尼看十年，啊，甲来咱的演习会来十年，我相信你的水准、你的生命无同款，因为八点档所做的，尤其民视咧做的，迄种的剧情，我看了是感觉足好笑的，剧情拢写甲真水，吼，牙齿人生爱。啊！伊亦难忘，啥物作者作者作者，但是看袂到的拢总是啥物？内底剧情拢共款，那么车祸就外牛，啊无就起哄抬死，啊就相拍，啊看到白啊白安尼渗来渗去，因的剧情拢总是脱离袂这种暴力。包括连像单纯的夜市人生，毛都砍拖，甲因的财产去用抢了了，啊！甲这夜市毋知啥物关系，咱拢无去甲思考，干那想讲。欸，这敢若是夜市啊，细夜市就单纯的代志尔，啊，来牵拖到后壁后迄种遐奇怪，我从来毋爱咧看。我逐摆若行出去，看到阮妈妈咧看的时阵，啊，就是嘴尾去用拔一个，啊，等下佫规日袂佫出来，哇，啊，换去用拔倒转来，啊，无伫遐烧麦，啊，讲叫做夜市的人生。我感觉讲夜市，我看足侪人，还佫无人安尼。人食夜市的人拢嘛心情快乐，敢毋是？吼、哦，摕钱来买物件，有人爱省来省去，无人安尼吧？吼、哦，这就是咱看到台湾目前伊的现象，就是安尼。刷来，咱台湾要安那开始有一个大的改变。有的人拢讲，咱要爱团结，但是团结的现象总是伫一个精神上的团结。有形的煞唔敢，简单讲，咱伫啥物会上团结选举？咱若看到选举咧发团结的时阵，总是一直拼咧，感觉讲哦，啥物人调会当解决咱的问题？当初时，陈水扁先生咧选总统，我嘛去团结啦，我嘛开始去人牵手。迄个时阵的感受，感觉台湾真温暖，感觉讲台湾若安尼拼咧，绝对有希望。我嘛真爱，但是冲到落尾，看到陈水扁先生当选，咱欢喜偌久？我甲算起来，迄天敢若欢喜着四点钟，因为迄天阴暗过去，明仔载就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开始，就佫第二届团结就讲，咱的总统过，咱就爱予咱的立委嘛过，啊好，佫开始拼立委。拼到落尾，立委迄天佫选调嘛，感觉过啊。佫来伊讲，咱的立委若过，咱的县议员嘛爱互过。结果过一直过，过到选全里长拢过哦。结果欢喜伫倒位。2008年迄天，我相信侪侪台湾人的心已经全破去，因为台湾人选出来总统，去用扣伫手铐。我相信迄个手铐毋是扣伫伊的心吼，陈水扁安尼扣起来。是靠在咱的心内底，咱会想真侪真侪代志，讲奇怪，是安那国民党咧做歹拢无要紧，啊台湾人你话去跋倒尔，就去用安尼站甲头条条裤卡。伫人权上，咱拢去考虑着讲，啊这到底是啥物情形？所以，咱对遮来看，伫咱侪侪位教育开始就甲你骗啊，你若斟酌甲你的囡仔。咱老小朋友的人吼，小学生，你家己的册摕起安尼一页一页甲掀，你开始会看到讲，伊教这敢无效？伊教这的物件敢无路用？教这的诗句，
吼，不管啥物诗都好，你甲看《唐诗三百首》内底，伊有甲你教育着人权无？伊拢叫你创啥？嚼巴巴啊，做好飘撇安尼尔。吼，啊，就开始哦，你会晓写诗，啊，就用考状元，啊，考条就代表你真有学问。其实伊迄内底内容，你甲思考一下，看卖啊咧，根本袂用哩。所以，伫咱政府作者机关开始就变作啥物款？变作讲，伊用着作者，拢用诗句，包括咱有上法院的经验的时阵，台湾人真正可怜，伊互你写作者文言文，互你看无？啊，你佫看两届嘛看无，看三届嘛看无，啊，看无时阵，你若伊那个断落去，啊，你就去啊，你就输去，所以。唔只好变作讲，法院是听讲是一栋开的，法院是根据实力，唔是根据法律。法院是根据你的人脉、你的势力来做改变。这就是今仔日咱看到台湾这种种的状况，咱开始要去安那改变。咱就是要甲来这上课，第一点就是要让咱知影讲，伫咱的。精神起来内底，咱来去注重着咱的人权是虾米？好，所以今仔日咱看到人权的定义内底，你看到人权第一句话，人权宣言第一句话，伊就写着讲，人生了拢自由，伫尊严甲权利上一律平等，因有理性甲良心，并以兄弟关系精神相对待。这就是人权。请问你看到迄句话，用兄弟姊妹的精神互相对待，是啥物意思？伊就是咧讲，人权的定义是：你尊重伊，你尊重我，是大家拢平等。我会记哩，较早那囡仔听到人咧讲，恁爸爸已经将你卖予我。咱看到足济查某囡仔出事，囡仔啊，着去哄。我讲奇怪，啊，囡仔共带走，无多因爸爸欠人钱，啊，解袂掉。啊，你去甲理论的时，你甲法院甲告落的时阵，迄个人佫真大肆讥讲，歹势，伊有签约。咱拢毋知讲人敢袂使买卖，袂使哩。人不管你同意无同意，就是袂使买卖，这就是人权。你袂使因为某种原因，因为这是一个互相尊重。你看第二条讲，人的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记载哦，吼，就是讲伫种族啊、皮肤色啊、男女性啊、语言、宗教、政治，还是其他见解、国籍，还是社会出身、财产、其他等等，遮侪拢袂使受到主权的限制，吼，非自治领土。包括非主地的领土，也是徛伫任何主权受限的情况之下，就是讲，这里就是讲，人权伊是超越着语言、皮肤的颜色、种族，所以你看到讲，咱台湾常常拢有用着讲，你讲台语就是较低咯。这种教育出来了后，你会变作讲奇怪，是安那讲台语来较无效。我常常较早，咱拢有经过。古早你若讲到咱的台湾话，就是讲去哄罚钱，渐渐，你袂去感受讲，哟，啊，像咱讲台湾话，那去哄罚钱，这袂使哩。吼、哦，所以有真侪款，咱继续看咧，讲人享受生命自由甲人身的安全。吼、哦，啊，过来，任何人不得用奴隶还是奴役。一种做法的形成，吼，甲形成奴隶制度，即拢爱禁止。就是讲，你若用钱，吼，伊讲用真济方法去共买来。咱看到古早足济原住民的少女，高山族的迄个少女，吼，我较早嘛捌伫部落住过。我看一届就是安尼，互带落去，啊，带落去，我讲啊，伊是要去倒位啊？伊讲啊，着防袂掉啊，啊，卖偌济，毋知。凡是有几罐米酒，啊，都卖掉啊！这东西应该是爱禁止，这就是袂使你讲，吼、哦，伫咱的各种的
做法内底拢总是禁止的。咱一直看落去，你看到这人权，你若有捌，好、哦、过来，任何人袂使用酷刑啊、甲残忍的手段啊、甲无人道啊、甲侮辱的待遇，也是刑犯。哦，我感觉这点就是，足乎我心内会感受到讲，古早这种情形定来发生。古早伫迄个什么时代，农村的社会，我会记得迄村长吼，就上届酷刑，大概就拿一支伊的薰吹，啊，若无拄好，伊就甲你卡落。啊，大行拢问村长上大，啊，伊毋知捌啊毋捌，啊，我会记得捌去互拍过，毋是讲互拍吼，我会记囡仔捌去互伊修理过，就是啥物原因？阮迄个砖头内底捌去互伊修理，就是讲因为。伫船长的办公室宣布一个天惊当地消息，伊讲吼，各位船民，咱即马注意看，咱天顶的月娘得要互到家去啊！大家赶紧摕鼎挂来卡，哦，啊，就开始狂狂狂狂啊，公布嘞，真正规砖头拢出来卡。啊，我想讲，迄月亮等下就出来吧。伫遐坐咧看电视，结果伊看无去卡咧，伊入来怎啊对阿头家哭嘞？讲大家拢遐尼啊，拍拼、努力、团结，你一个人只咧享受。啊，你想这感叫做，吼、哦，这毋是武将吗？是安那伊个权威会使限制人？你若讲限制对，因为伊是一个船长来讲，应该要执行的是啥物？维持公道、裁决正确。但是这伊就想要做这种诶，想要做这种。调咧啊，互你安尼，吼、哦！自迄届了，我感觉我大概若做啥物代志拢唔对，就大概伊就来甲我讲啊，恁迄个孙啊，吼，拢甲我阿妈讲啊，恁个孙啊特别搞怪，尤其一届，迄嘛规个所有规章发生个代志拢变作我唔对，就是啥物情形？我个砖头内底有一粒迄个石头足大块呢，啊，冻伫路头，啊，我若大概去共问讲，请问？这粒石头到底是什么情形？那囥个只，大家拢甲我讲什么话？讲吼，你唔捌啦，囡仔人唔捌啦。迄自古早，就待伫遐。我讲啊，那猫莫甲猫掉，迄吼待足深的，几啊层楼。啊，我问一摆拢安尼甲我讲，我想吼，敢会安尼？啊，有一届我好奇，我想讲，无要紧，我想要看讲待到底是待偌深呢？我逐工去甲尿，逐工去甲挖，结果挖两礼拜尔呢，迄粒石头开始震动。我想讲，伊咧震动啊，可能得要倒去啊。过花一工中昼，怎啊甲挖起来时阵，我怎啊按起迄大钉安尼甲框一下，规个困中昼拢走出来。我想讲，可能等下船长会甲我颁奖的款。吼、哦，我造福乡里啊！吼、哦，结果。无拍算出来了后，大家拢甲骂一句讲：夭寿死囡啊！你甲迄粒石头遐尖啊，拢甲咬咬掉！你到底是安怎？大家拢一直甲骂，骂到落尾佫无大劲。过无偌久，一个妈妈有心闹体，讲我甲害的。哦，我讲我哪呢？啊，过来第二项就是讲伊的弟仔囝生出来拢烂烂，啊，讲嘛甲我关系啦。啊，佫讲。因一个人讲啉酒啉嘞，去互火车弄着，啊讲嘛，甲我骨较有关系，我讲无呢，迄铁衣路离啊远，啊甲遮哪有可能？啊，伊就将这个罪过拢家己讲啊，就是这个唔正经啦吼，甲石头咬掉啦，吼、哦！啊，我想讲啊，迄粒石头是安怎，哪遐厉害？啊，冻伫遐，甲无冻伫遐，但是经过十年了后，我感觉迄个路安尼牛车会使驶入去，互咱的车会当安尼出入，敢无足好诶？但是在那种的情形下，我们都会想说防限制又再限制，那种台湾都是想说、啊、你不管做什么，反正上面说的都对，我们没去思考。再来，我们看到这点，我现在想到悲哀，就是说法律进行人人平等，并享有法律平等的保护，无受到任何轻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的保护，以免受到违法本宣言任何轻视的行为甲煽动，这种
的动作受害。我感觉这句话吼，会记哩真奇怪。我若看到规砖头内底，拢会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讲，我即马是无啥钱哦，我就甲你拍死。啊，你会想讲啊，拍死干免互关？伊讲我若有钱，我就通啊买通法官判无罪。所以法律是建立伫啥物个顶端？有钱甲无钱。所以莫怪有一句话讲，法律千万条，不如黄金一条。这就是因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法官，伊若要甲你判有罪，用啥物方法就甲你判有罪；若要甲你判无罪，啥物方法就判无罪，在伊欢喜。会记哩，我看到一件新闻，互我感觉这种法官讲叫做法官，一个三岁的查某囡仔，红迄个囡仔，查某的三岁。三岁了，三岁，咱会知影讲，伊还佫咧食奶，还佫咧含牛奶嘴啊。吼，啊去予性侵，结果去予佮欺负着，啊欺负人，结果佮告去，迄妈妈佮告予法官，法官佮判决讲无罪啦，讲啊是安怎？欸，恁个囡仔无讲歹哦。哦，对啊。伊讲要做这件行为的时阵，你个囡仔无表示讲伊歹呢？啊？三岁囡仔伊敢哭落晓尔，啊，其他伊敢袂晓讲，歹势我不要。囡仔袂晓呢，啊，毋过伊讲伊判决怎讲？伊三岁囡仔，伊无表示伊歹，所以即件怎判缓刑交保，啊，就出去啊。我看到即种情形，讲咱的法律够咧保障人权，伫咱的囡仔防欺负，你不管伊是。中华民国法律内底，伊嘛家己写着，十四岁以下是准强奸，吼、哦、准强奸罪。啊，毋过这三岁应该是愈严重则对，因为伊连意识都毋捌，伊个发育也未成熟时阵，你家欺负了，我感觉迄个法官，结果对了后，你敢知后壁发展啥物款？原因爸爸去用关，侮辱法庭，侮辱法庭，去用关两个月。你想这若出来，敢袂起笑？因爸爸安那甲骂法官，伊怎真无法度怎甲骂一句讲，讲查某法官，你根本都伊阿捌互安怎过，所以你毋知影。阿妈讲嘛对呢吼，伊就还袂结婚啊，啊所以伊安尼因迄时来讲，啊你伊怎甲判讲侮辱法庭，关两个月，后壁是安尼结束。这就是咱台湾目前。你若看到这个状况，你的感受敢袂感觉讲，迄咱叫一个国中生来判官嘛，也袂遮歹。迄叫一个读国小一年的，大家用规班举手写错，认为他错的举手，规班嘛要举手讲那个大人错了，敢是安尼？连囡仔都会晓判官，是安那法官读遐济册，连一个这小小的道理伊都唔捌，伊敢有人权？伊咧糟蹋台湾人呢？好，过来，咱看到，即个讲，任何宪法甲法律所寄付的基本权利，就是遭受到伤害时阵，有权对合格国家法庭，哦，注意哦，对合格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有效的补救。哦，你看人权宣言，我大概看，我大概拢会感觉讲，会流目屎，原因就是讲。这种法令呐，拢无伫咱台湾咧实行。那像用咧讲的讲笑啊，因为是咱唔捌的款，所以伫咱唔捌的内底，咱用种种的情形，就看咧讲，哇，这就是正常，就是安尼。好、哦，这就是咱人权去受到伤害了后，伊讲会使找合格国家。所以伫遮，咱今仔日要来思考一点，就是合格国家是啥物？啥物叫做合格国家？敢是中华民国？你莫骗你，迄已经死啊！迄已经是死人啊！迄已经唔免过个迄个，迄是死了要被逮安尼尔，啊无迄真正死去啊！位都看出来，伊逐项都拢无法度。咱嘛毋是合格国家，毋是讲咱咧个评论。今仔日咱台湾上界可怜的就是，每一届伫咱宣传咱的法律的时阵，讲足济了。拢会问到三个问，拢会问到一个问题啦吼。三种问法，伊拢甲我问讲，
啊，那安尼讲起来，请问你，恁是要给日本管，还是要给美国管，还是要给中国管？三种答案。啊，我问问我讲奇怪，那无第四种诶？第四种是啥？家己管。什么代志都用奇怪？即咱诶厝啥呐都爱？你敢？你伫恁兜咧买厝要装潢诶时阵，你敢会问讲，我是要来问100号诶，还是要来问101号诶？伊毋知有同意无？你敢会请教恁隔壁？迄是参考了。但是真正要执行诶时阵，恁隔壁若来甲你讲啊，我无同意安尼做，歹势即装潢，装潢迄个师傅敢要插你？当然毋插伊啊，我也明要甲你收钱，我管他你阿济。吼，但是咱的国家是安那，那拢每一届你甲普遍问落去了，大家拢甲你讲这三种答案，拢讲啊到底是要食管，咱爱真强调。今仔日一高级班授训了，我爱大家知影，家己管，家己来管。但是家己唔是管，是叫做管理。这个管有一个阶级的分别，管理是甲无好的变作好的。即无共款哦，吼、哦，管是中国人咧讲的话，伊管的方式就是讲，我若权力伫我遮，啊，恁看到我，拢总甲我归类啊，吼、哦，我感觉咱的民政府啊，介官员啊，涉安尼吼，我看即嘛真歹，吼、哦，大家拢会想讲，我介若做着官员，啊，大家行出街路时阵，大家拢爱拍扑啊，啊，大家伫遐哭嘻嘻啊，像阿舅先生迄种的出来吼。哦迄有诶，足侪人看到伊啊，伫遐叽叽叫迄种诶，我感觉讲，迄是一个总统啊，总统那出来迄种形象，伊毋是明星，也毋是偶像，啊，啥大家看到，拢会即种型诶，因为伊真正是当作赢钱咧打扮呐，吼、哦，伊所做诶工课无一个总统诶价，我是毋盲讲咱后边台湾民政府诶人行出来是互人看到是讲。百姓甲咱讲的话，就是讲真欢喜，你替我解决阮所欠缺的问题，阮所需要的问题，你甲阮解决掉。但是咱遮大概咧解决问题是遮责任，是咱的责任哦。后边咱也是做官员，是变做咱的责任。咱唔好去甲百姓讲，恁这条路是我争取的，啊，讲起也是我感觉足硬气的。争取的是你的责任，唔是。不是百姓要跟你拜托，敢不是安尼？所以我大概看到讲，咱若去到各县市，我拢知伊的乡镇长什么人。啊，你会真奇怪，讲是安那？你若拢知，我讲我拢知影，因为规路拢有写到什么镇长关心你，咪一几鸟规排，规排呢？吼！我伫阮遐就看到某某店长关心你，啊，一支电话贴就写某某店长关心你，啊，过来伫诊所嘛看到吼，啥物货店长关心你，连放屎放尿都拢甲你打一个关心你，啊，关心你了后，你就知因个店长啥物人，啊，关心我这种程度，伊个政绩就是干呐关心你，啊，问题恁兜消费团甲伊无关系，包括。上界害的就是讲到烧火炭，咱若去买火炭的时阵，我一届去买，我一届买两包，迄、那个头家甲我讲，叫我讲你迄火炭面顶迄包啊，迄字吼爱看清楚。我讲这敢有写啥物字？啊，咪一包50块，啊，就互你安尼尔嘛。伊讲无，你看后壁，看后壁，讲啊是印料唔对去哦，字行甲唔对，结果翻过来。就是看讲，请尊重生命。咱会感觉足奇怪，讲奇怪，啊买一包火炭是安那，都爱尊重生命。啊，你去买任何物件，比如讲你去买铅笔刀，伊那无甲你写尊重生命。我感觉铅笔刀威胁较大呢。吼、哦，铅笔刀随台随受伤，啊，迄火炭都爱个起火。吼、哦，啊你若去，啊若要尊重生命，照你讲应该像啥物拢爱写，连即马猪肉嘛爱写，因为猪肉听讲嘛拢。着济啊，着病啊，食济咪死哦！啊，所以买啊，干咱买猪肉，爱请猪肉店遐写一个请尊重生命。买一寡农作物，讲我这农药、禽鸟拢无甲你偷，所以你嘛请尊重生命。哦，台湾食任何物件拢会死啊！敢是安尼？包括牛奶粉嘛爱写，
好，牛奶粉听讲即马那些那有足侪毒奶粉嘛，请尊重生命。这都是变形的一种讲法，让咱听着讲奇怪啊！到底因对着生命的看待是啥物款？哪像拢变作用一个形式？伫台湾做足侪工课，拢总是用着表面形式来暗藏过啊，就好啊。所以你若看国民党咧做代志，真简单。我较早伫军中咧做工程，吼，我是工程官，我大概咧设计物件，拢是受到顶官的一个压力。啥物压力？就是讲起一道围墙，吼、哦！啊，你会想讲围墙的功能是要创啥？当然是围起来，莫互人过来，莫互人入面一个安全的考量。伊讲唔是，围墙就是讲咱的营区内底有一堆垃圾要做垃圾的，啊，惊外口看到，啊，甲围起来莫互看。吼、哦，就是安尼哦，真正哦，像迄南崁迄个所在，迄垃圾坑迄个吼。嘿，我大概去看讲，奇怪，那起一个遐悬的围墙啊，原来迄边做垃圾的，袂使放看。啊，迄就是无看的物件，啊，就是甲你围起来，无你看。包括咱的新闻嘛，同款。新闻你若发现着足重大、足重大的代志，迄后边拢有藏一个代志，无要你知影。啊，你若看，包括福茂，咱伫。新闻学生囡仔安尼一直控制到落尾，伊所得到的物件，结果是讲先立法再审，啊，等于就无效啊，敢是安尼？先立法骨审，啊，照你讲是安怎？这学生囡仔若无改变，应该继续坐无要紧啊，那会骨啊讲啊就刷去啊。原来伊后壁有一个手段，就是要甲咱讲，恁毋是国家。中国讲甲真清楚，我今仔甲你讲的条约，你袂使甲我改，因为你毋是国家。啊，但是咱拢互看甲讲啊，咱就是要用着这个物件，改用互病去，啊，互伊袂当看到。吼、哦，过来，咱伫看到讲这个人权内底，人伫各国的境内有自由搬厝甲徛起的权利，吼、哦，冇离开任何国家。包括本国拢有去甲转来的权利，这是拢咱的人权内底，吼、哦，过来，这个请大家爱注意。伊讲人人有权享有国籍，哦，这句话哦，哈、哦，过来，任何人的国籍无得用任意的条件，哈、哦，也是不得否认改变国籍的权利。哇！讲到这，都要讲到重点。伊讲，伫人权内底，人一定要有国籍。那么，我请问大家，咱的国籍是啥物？咱即马目前的国籍是啥物？大家人，你来问伊，那伊讲我中华民国。哎，奇怪，中华民国，咱爱说的，甲问讲啊，中华民国敢是一个国家？伊讲是。啊，那是来讲，是安怎出去甲外国？连要去比赛，伊那把用中华民国，用一个中华台北，一个中国那边小小一个赶来，咱迄个看出讲，哎、欸，啊奇怪，迄车轮牌那拢爱收收起来，啊这敢是一个国家？啊国家内底，那有人迄做出来情形，拢甲些肖像拢无共款，这就是咱无拄好的所在，尤其。后壁这段，请大家一定爱真清楚的注意，讲袂使任何改变你的国籍，这是国际宣言内底人权宣言讲的哦。伊唔是，这唔是我写的吼，迄是讲任何人要甲你改变国籍，除非你同意，啊无袂使改变。那么，请问咱有请身份证的人，每一届拢一定会看到讲，你的阿公阿妈，还是你的本人是哪个？昭和几年，明治几年，迄间就是日本的国籍嘛。那么日本的国籍，伊当时甲你改变做中华民国，敢有经过你的同意？所以咱会当知影讲，原来伊要甲咱改变中华民国国籍的时阵，要甲咱改过，伊无经过咱的同意。啊，无你敢问阮阿公的同意书，你请替我看卖啊呢？哎，我那做诶，你替我看卖，看有改变无？有转音啊无？绝对无。
因为这袂使呢。但是咱遮侪人拢竟然同意，同意伊安尼做，同意予伊知影讲，咱的人权到底是啥物款原因，予改变，甲家己拢毋知。所以伫人权内底，咱会当看到甲遮常常会了解，今仔日咱毋是要去改变，也是讲哦，咱要暴力，拢毋是，咱是要用到一个合理，咱要用到合理的经验去甲这个目前管理当局讲，你袂使你安尼。咱就是爱这种人愈来愈侪，因为台湾的现象愈变愈奇怪。那么，甲你牵过中国啊，中国去变，安尼过去变，过去变。常常我嘛看到真侪囡仔，伊真悲哀的所在就是啥物？中国那边的地理拢会记哩，咱台湾带一条溪上长，伊唔知影。台湾啥物山上悬，伊嘛唔知。当伊唔知，先过想去，伊甲你讲啊，台湾吼小小的一块啦，迄免记啦。你敢袂感觉台湾的伟大吗？台湾这块土地，你若去甲斟酌甲看，当我足侪日本朋友来甲台湾，看到咱台湾的玉山的时阵，看到台湾的阿里山的时阵，因拢感觉讲台湾哪会遮好？是安怎讲？伊讲吼，一届参伊去甲迄个塔塔家，就是国家公园迄个塔塔家。当爬起了后，伊看到迄标高3200公尺，伊徛伫遐安尼看落去，伊伫遐真骄傲讲，我全世界吼，我排有着顶诶，是安怎？我讲啊是安怎？伊讲我从来毋捌徛过地球表面遮悬诶所在。伊从来哦，自伊出世甲伊即马即阵安尼，毋捌徛过伫地球遮尼悬诶所在。唔捌超过3000公尺，也唔慢，所以伊相信全世界无人徛超过3000公尺的，啊，尤其台湾唔免爬，用车驶了就到伊啊，足轻松的，啊，遐个所在佫遮尔好，用开车呢，安尼行就到呢，3000公尺。伊当甲我讲，伊个研究内底，伊讲台湾即块岛屿内底，拢总有280几座超过3000公尺的山。哦，280几座呢？伊讲日本上悬外悬，富士山2800，也无到3000。啊，所以台湾有即个悬山呢，互咱会当安尼气候调节，逐项拢遮尔好，是安怎？咱拢毋知影。即就是咱的毋对啊！咱的囡仔将来毋要去。读到咱台湾百越，拢敢去读到中国啊？中国你捌爬过无？唔捌，啊，敢听尔，啊，听外观，敢那底下咧欣赏，吼、哦，啊，真正敢遐水。尤其伊讲一点，伫台湾的山脉内底玉山，伊讲这个山实在是太好咧。讲是安那讲？伊讲恁台湾人吼、哦，真糟蹋全世界。我讲是安怎？伊讲咱台湾的污染吼、哦。甲沿岸拢走去倒位，拢全吸去咧玉山面顶，全竖去咧玉山的顶冠。啊，过明仔载咧，过明仔载全走去澳大利亚，全陪你人家去，陪去加拿大，陪去别国。啊，所以因足侪污染，迄联合国、迄加拿大，伊讲奇怪，阮遮都无这种污染，啊哪会常常拢有这种物件？原来是为人家飞过。所以你看台湾。真正是好啊，吼、哦！因为迄无法度家己走过，我嘛无法度。但是，咱对着台湾这块感情，将来唔捌去甲疼惜，拢感觉讲这块土地非常的浓厚。尤其我听到足侪，较早讲中国人迄种的来甲台湾，哦，你也听伊讲这句话真气势。伊讲台湾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啊，吼、哦！就像基隆，基隆能干什么？基隆顶多养养鸡而已。哦，我听讲看那安尼，伊讲鸡人家会使饲鸡啊尔啦。吼、哦、啊，所以这种俗语，予咱听起来，那就感觉讲，对着台湾的每一个角落，伊毋知鸡人较早是偌文明。有当时啊，你来去注意甲看，你敢知影全世界的文明帝国伫倒位？就是台湾。伫台湾，你毋通毋相信哦。你敢知咧？拍迄雪山隧道，咧拍当中，
结果淹出来，迄水安尼转出来，你敢知迄水几年？12000年。你看迄水已经积伫遐12000年，台湾有这种历史，台湾尿出来物件拢超过几万年。你讲伊鸟不生蛋，我甲你讲，当初是迄那毋是一个帝国伫遐，无可能有这种情形。所以台湾曾经嘛是一个足荣耀的所在，但是咱今仔日甲糟蹋了，煞变作那就拢大家无甲重视，这是真奇怪。所以伫咱看到了后，咱爱知影，伫咱要安那开始改变，咱爱对咱的心开始去做一个真大改变。尤其咱唔通做迄种短暂性的，尤其伫1988年，咱来看一个影片。就是用牵手牵过几个美国，伊时阵应该是1986年啦吼。我记迄年，我看因咧牵的时阵，我看到讲因的国家是安那才好，因的国家是安那那会怎亲像兄弟姊妹啊，大家来牵做伙，大家来开始唱歌，开始吼，咱看这个影片，伊的歌名叫做。Hand across the America. This sky so serene has felt the kiss of countless dreams. And this earth that smells so sweetUs all in its great heartbeat. So we must learn to love each other. See that man over there? He's my brother. And when he laughs, I laugh. And when he cries, I cry. And when he needs me.就是咧写讲，伊用牵手跨过这个全美国吼，就同一个时间，大家来牵手怎跨过迄个美国，吼，才足侪人伫遐开始，不管你啥物人种，讲啥物语言，拢会使牵做伙。雷根总统哦，
咱这首歌可能真久以前有的人捌听过吼，啊，毋过第一届，我想有真侪人迄时阵，伫我读高中的时阵，我听到这首歌，我感觉心内有一个真大的震动吼。第一，我想的问题就是，是安怎咱台湾人无法度安尼？吼，是安怎咱的台湾人每一届拢开始对立？自从国民政党起来了后，南面青就是蓝的，绿色跟蓝色两个在遐对决，包括对立到落尾，连厝嘛全切做两块，吼、哦，对爸爸的就是蓝的，啊对妈妈就是绿的，也是安尼倒变，大家就是伫遐咧分配，啊，啥物人调一边放炮，一边伫遐咧开，吼、哦，伫遐咧干目屎，这就是台湾的看法。但是今仔日咱所要看到的是，这个美国这个国家，伊无用到种族，无用到语言，无用到文化，无用到种种的无同款，伊拢甲你讲讲，这就是咱的美国，这块土地你爱听伊。所以伊歌词写甲写真使人感动，就是讲我牵手所看过的所在，诶，这块土地就是我所爱的所在。咱大概教育内底，拢甲你讲，咱所爱的所在就是迄边。啊，迄边你要去甲爱的时阵，你就讲，你若讲真正要过，伊佫甲你讲你是穷鬼啊。啊，到底是会使过也袂使过？古早拢讲反共抗俄，啊，讲到即阵甲你冒做伙，爱拢无要紧。咱的精神煞火气。啊，毋过今仔日咱真清楚，台湾就是台湾。台湾这块土地是你甲我徛起的所在，咱拢伫遮出世，这点袂使袂记哩吼。咱伫遮出世，这就是咱所徛的所在。你一定爱用你的生命去甲保护，你去甲疼惜。所以伫讲到这个所在，咱会当看到，将来我请问各位，你的爸母捌甲你教育讲？你爱疼惜这块土地啊？无，敢那真少。我的爸爸嘛无要安尼甲我讲，拢甲我讲。我会记哩，那印象上深，我的爸母大概那甲我讲的话拢是啥？你都吼，啥物拢卖管，读册考一百分，摕冠军拼金牌，出国比赛安尼尔。对我的期待就安尼尔，咱拢会当吼摕冠军拼金牌安尼就好啊，其他拢卖管，啊国家迄无要紧。咱一个人啦，安尼两个人啦，安尼，佮全部拢变安尼去啊！这嘛是因的手段。特别爱迪加讲到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国家佮台湾命运比咱较惨，因为因伫西元前将近五百年，大约前五西元前五百年哦，因的国家就无去啊。因就去予迄个巴比伦庄甲拍掉，啊，就无去啊。当伊无去了后，因开始自迄天起，因的国家灭亡了后，你知影因的爸母每一届把囡仔叫来头前的时阵，拢该教育一个代志：你爱建国。因拢安尼交代：你爱建国。安尼讲偌久？敢若讲要建国即句话，一代过一代一直交代，伊佫该特别交代。我甲你讲了，你还佮你的孙仔、你的囝讲，你嘛爱一个国家，爱建国。咱的国家无去，啊，你爱去建国。以色列人拢安尼讲，所以伫历史的文化，你会当看到一个物件，叫做靠墙、哭墙。迄伫耶路撒冷迄个所在，当你若去甲看到，你有发现一个真奥妙的所在，就是。迄、那个墙，迄、那个管道，伊位都开始断去。咱敢知伊迄个墙倒落去了，啊位才开始断去。对着人差不多目睭这个管道，迄、那个管道底下怎断去？啊，你敢知谁人那遐拄好遐坐坐安尼迄对条断去？对，你知迄个墙断去是用目屎去把迄石头甲感觉，互伊烂去怎断去？因为每一个人若伫国外受到侮辱、受到艰苦的时阵，伊就伫遐哭，伫遐求因的神，求神讲
帮咱阮爱建国。每一届伫啊咧祈祷的时阵，伊拢讲，你就是爱帮咱，叫因爱祈祷，干一项，我要建国。所以因伫啊，大概每一届伫啊哭的时阵，迄目屎拢甘对迄个围墙内底入去，一直甘，一直甘，感觉1947年。将近2500年，迄、那个墙啊倒落了后，因看到一项，因的国家建立啊，经过几年，2500年。哦，我当想讲，真难烂吼。我那甲大家讲，大家同心，咱来团结，咱2500年后要建国，我想大家走了了。吼，大家是讲啊，2500年我都唔知变什么款啊，但是人因就是意志一直落，因的意志就是怎讲，我知影我生命无可能遐久，但是我有后代，我有责任爱甲后代讲，你爱建国，咱嘛受伤。因的国家，因大概去遐，每一遍那伫遐咧祈祷的时阵咧祈求，你会看到台湾人。我若看到台湾人有当时咧拜拜，唔是讲唔好啦吼。我感觉大概我若看到阮隔壁迄和尚伫遐咧拜拜时，我拢甲伊讲讲，和尚啊，你求啥物？伊讲我求阮的后生会当做生理顺事。啊讲啊，佫求啥物？啊讲我孙啊吼，读册拢会当冠军第一名。啊佫求啥物？阮家全家拢总平安。啊佫讲啊，你佫有求啥？佫求阮家精神啊，饲了会大只，六畜兴旺。吼，连迄逐位问连啊，打打打打打打甲连迄。迄家聊都甲搭一个六畜兴旺，等于讲因家好处拢家己要爱。我甲讲，啊你嘛替阮求一下，无啦无啦，恁家己去求啦，随人求随人个。吼、哦，伊那歹替隔壁求讲，隔壁迄个人咧艰苦，毋忙会当好起来。隔壁迄个人生活无甲咱好，会当好起来。咱敢若毋捌安尼吼，咱敢若拢求家己。哦，是啊，吼、哦，但是这个情形啦，一直落去，咱的台湾会变啥款？所以伫以色列因迄个靠墙的时阵，因去到迄个靠墙，干一个目的要建国。因无伫我咧求讲，我的辛苦病痛都爱好，我的安怎安怎拢无。伊甲讲，我都是要建国。所以因伫1947年有一个人叫做赫哲，伊开始看到讲，因的建国第一步就是啥物？就是将家己的尊严爱恢复。咱敢知咱台湾人的尊严，家己拢唔敢去发表。咱的尊严已经，台湾已经遭受到啥物情形？大概你若甲台湾人讲，请你起来桌顶坐咧食饭，伊讲卖啦，我胖胖来壁加坐就好啊。伊拢变啊咧，而且足明显咧。我每一届看到军中阿兵哥，足奇怪。你甲幼仔讲，阿、啊、来，你来起来跳舞，甲这个吼、哦，咱内底歌星有女性诶，甲招菜讲，来来来，你来，甲伊跳一下舞安尼。你阿咧甲拖甲幼甲站，伊就歪出来，拢歹势。啊，卖啦卖啦，我唔好，拢是安尼，这就是尊严已经受到损害。台湾人拢是变安尼，咱哩拢开始讲起来做谦虚，其实唔是。咱拢变作讲自卑去啊，所以赫哲一扎一些的人开始改变因的做法，伊用伊的钱，一生的钱所赚的钱，全甲开好了，予大家去买领带，大家买西装穿咧，来坐到会议安尼开会。伊讲，只有恢复咱的尊严，咱的国家才有在条建立，因为国家爱建立有尊严的所在。咱伫这个今仔日高级班内底，咱嘛有这种心情，因为咱爱将咱台湾失去的尊严爱甲找回来。咱唔通阁开始自卑，唔通认为讲做官是中国人造法度，咱拢无法度，唔通安尼想。咱所读到学历，拢总是用着假象。你唔通认为讲。在咱台湾所读的册，会当，予咱应付着讲啊，是安怎？伫公务机关考试内底，拢会读到一本。我看到这本，就是中国文化教材、中国文化教材，这本是一定会考。
那考大学嘛，拢一定有一个科目叫做三民主义，这本嘛一定会考。但是每一届的考的当中，伊拢甲你讲，你就是一个奴才，这作弊啊！是啊，那咱来讲三民主义，你甲咱讲是奴才，因为我看到美国因的国家干那三个原则：国家、责任、名誉，哈、哦，国家荣誉、责任，有国家的制度。有名誉的维持，有责任的担当，但是中华民国加一项，叫做什么会？咱敢知影？叫做加一个领袖啊，甲袖子，规个拢改变，加一个领袖，吼、哦，这做兵大拢知，甲你加一个领袖，啊，所以一切拢听起来，听领袖的，迄国家无要紧，听领袖的，责任满面，听领袖的。所以在咱军中，根本你的主题去到军中内底，迄毋是咧教育，迄是咧甲伊糟蹋。我常常看到，因为我做铺的，我做辅导长，大概看到新兵一入来，迄头壳若差莫天落了后，迄规人拢变空去啊，逐项拢袂晓，逐项拢戆戆，啊，这过来变安怎？过来变安怎？啊，是安怎？哪会变安尼？因为伊的管理无人性的教育，遐个班长。开始，就拢会讲一句讲，即阿兵哥若入来吼，头毛剃了，就爱甲安那糟蹋，安那甲斩，安那甲修理，互伊会惊。我讲敢是安尼，你敢袂当用人性甲苛刻，因遐拢无法当。即就是咱做民政府的官员的时阵，爱去深深思考的所在。当咱担当着国家责任，咱敢要去共合作，毋是，咱是要甲协助。你爱维持你的尊严，我相信在咱的共同努力之下，咱会当将台湾人的尊严找到回来。咱要甲伊讲讲，你的生活是有尊严，你爱勇敢，你爱有信心，这就是咱今仔上课了要甲咱讲的最重要的目标。多谢大家。各位同学，下课。下课休息十分钟啊！有要坐车的同学，请到一楼的报道处遐拿钱，谢谢。也要坐车的同学，请到一楼的报道处登记缴费，谢谢。